来布布，步步有声音吗？有说话。我就感谢白白六六六的跑车大队啊，球咪。化工女粉，工厂的化工厂里头有个设备叫冷机压缩机，这玩意儿我干两三个工厂都是进口的，都是西门子的。嗯，哈、嗯、哈，也老前辈都说，嗯，国产的用不住，嗯、不行。啊、嗯，这东西究竟是国产差哪儿了？ 啊，你说大哥给科普一下，不是你五迷三道的铁子，就是老压缩机。你说的是什么压缩机啊？这是,是制冷的压缩机、啊？对对。啊，那国内的你是，你说你那意思没有？国内没有制冷压压缩机？有有，现在有，但是用不住，就三年以后故障率很高。啊，老外的用多长时间没故障率啊？这个五年五年肯定是不用大修。 啊，五年不用大修，国内的那个三年就得就得大修，对对啊，那现在国内卖什么价啊？国内一千多万吧，啊，国内卖国那个那国外的呢？三千万，<laughs> 那你算算，你算算哪个合适，哥们儿？你就三年，咱就别说修了，三年三年扔它，那五年扔它。 对吧？不说任何人，咱就说这个工艺是不是有差距？就这个工业水平是不是有差距？不是你这你这不是本末倒置吗？哥们儿是到底是工艺有差距啊，还是多少钱你不乐意掏啊？咱好比说，说咱好比说咱们，咱好比说这么说啊、呃，三年吧，对不对？三年出出问题嘛啊、呃？国外的三千万，我国内的咱这哈我也卖三千万，对吧？我我保九年。 坏问题出问题只换只换那个只换不修，你看这行吗？你认不？那我这工厂停一天换一下压缩机不得个三五天？我停一天几百万，停一天几百万。那、啊、是那你说你你那你说的也也也确实是存在。那哥们儿那那正如你所说，你都已经有压缩机了，你要换新的你还得停产。就我现在你别说卖三千万，我卖三百万，我卖三十万，我卖三百三百块钱你也挺不起啊。 那咋的，换压缩机，我还把你工厂损失给你报销了啊？对吗？所以都选择了国外的，国内的为啥我偷偷不是？都都选择你这个人，你这个人得出得得结果，这个就是已知条。你小时候做过应用题吗？啊，你你你说你说，你说就是比如说啊，已知一头牛等于四只鸭，哎，一只鸭等于两只鸡，咱先别问后面后面那个就是求啊、哎、多少只鸡等于一头牛。 咱先别说这个，别说到这儿，你自己先求出结果了，所以牛比鸡大。哥们儿，你那说的对吗？那你讲话，你换压缩机，你们工厂当时买的时候，现在已经买过了，你别管买哪国的，你现在已经摆着用了。我现在卖多少钱，你停产都停不起，你就别说我还得卖钱，我就卖一千万，我保十年质保，哥们儿你不也得停吗？你停产你也停不了，你说,说啥的、啊？电厂时候他为啥采购国外的呢？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啊，那咱是不是说曾经啊？ 那你说，曾经为啥？为啥曾经他建的时候咱，咱咱没有呢？不曾经，不曾经啊！那等他的厂，去年建起来的厂啊，去年建起来的厂，新花啊，新新花了三千万买的外国的能，能能五年不出问题的机器。对对啊，那你们老板是咋的？现实缺哪根筋呢？那你正常，我我买我买进口的，哥们儿，我买进口机器三千万能使五年，对不对？我买国产的一千万能使三年。 我两千万十六年，我不比三千万强吗？我不比三千万十五年强吗？你们老板跟你似的算账吗，哥们儿？你们老板也卖瓜子儿的、啊？我看我从我听你这桌好像门口卖瓜子儿的、啊。我是说，这工艺上是不是有差距？你问谁呢？你问谁呢,你问谁呢，哥们儿？工艺上是不是有差距？是不是有差？咱就说，我告诉你啊，宇宙飞船都造得出来，可以没差距，也卖三千万，你认不认？咱先说你那个没有膝盖骨的。 啊，你啥事候就没有膝盖骨？没有膝盖骨就是站不起来的嘛。就我就问你，就是咱说现在，假如有的话，国产也卖三千万，国那个进口的也卖三千万。实话实说，买进口的买国产的？实实你国产要有这个性能，肯定买国产了。啊，这这怎么叫性能？你说吧，那咱咱说国产性能就只能三年，但是卖一千万，便不便宜嘛？ 对不对？你你国外是他牛逼，他卖五，他能他能保五年，但是他卖三千万。就咱俩现在合伙做买卖，是不是？你卖瓜子的，我卖桔梗的，咱俩我卖大白菜的，咱俩现在合伙做买卖，就咱俩低溜咱俩脑瓜算不明白这个账吗？三千万管五年，一千万管三年，我花两个一千万管六年，我我赔了吗？就你说这玩意儿能合理吗？你别说我不给你上专业的哥们儿，你那账都没算明白啊！ 啊啊，好好好，好你别好啊，咱咱俩账算明白了吧？你你老板提了现你，你你老板提了大放片六脑瓜子，现实卖桔梗卖发家了，家里边趁三十五万，咱说就出去干买卖，就这么算账吗？按你所说，嗯嗯嗯，对对对，对你别对对对，那你正常是老外的他扛，他考考使的，那不贵吗？三千万管五年。 我国内一台一千万，管三年。那你不我是说工艺有没有差距？不是你,那你不是哥们儿，这不就问题不就来了吗？这不就问题就来了吗？工艺有没有差距？那你告诉我三百块钱衣服和一百块钱衣服有什么差距？那是工艺上差距。什么叫差距？你得同等价格比质量，同等质量比价格，咱再唠差距啊。问题、嗯、我掏同等价格就没有呀，嗯、就买不下。<好>国内没有三千万的压缩机是这意思吧？ 啊，啊啥？国内三千没有三千万的压缩机是这意思吗？对对，就同行，就我需要这个这么大小的啊。国内的就没有这么贵的，就没有这种可以说长时间运行的。我要的压缩机骑起,起来一年两年都不停，啊、一下都不停。啊，就国内的压缩机就是怎么压压还得停两天，它它还得双休。对对，它就有故障率，它就肯故障，它就肯停。呵呵 哈哈、啊，就是国内压缩机，国内压缩机跟你似的，上班还得要双休的，零零七干不了。啊、我纯纯我操。<laughs> <laughs> 不是，我就是说国内压缩机还得休息，那你里面冻的东西啥的咋办呢？啥冻的东西？你里面压缩压缩机，你工作里面你你这里面是干啥用的？你这里面工作停了，你的产业线，你你家冻的冰糕什么辣白菜啥的，你这这这不化了吗？压缩机停了。我是干天然气液化工厂的。 啊，这压缩机不是冰箱后面的压缩机啊？对对，就天然气液化工厂，压缩机是制冷的，把天然气给液化那压缩机不还是制冷的吗？那你,你们里面冻的气咋办呢？那,那国，<的>那照你说，那国国产的，那一千万都卖不出去啊？那你这你这你这,你这冷冷一周还得休一天，你还得做六休一。国产的它就是肯停机，它就是肯故障。是，那那那别人家有没有使国产？那就你这么说没法使啊！那一停，你那气不都跑了吗？跑没了吗？吗？ 没说那么严重，就是可能运行了半年，我进口的两年不用检修，但是国产的我用半年就得停下来检修一段时间啊。液化气现在闹的是液化气冷却是不是？对对啊，好来吧，那个液化气冷却有没有有有,有没有人来吧？啊，给他叫上这板了，但是虽虽然我说说实话啊，我感觉是有点挺 low 的啊，因为我感觉搁我这块这个账都算不明，我觉得挺 low 的。你们要觉得，你们要觉得那个。 来吧，那这这打一的都有了，来管理拉人吧，那别别觉得了，没有觉得了，上人吧，来，来感谢冰魔塔的那个黑色战马，啊。还有干化工的，行 <coughs>，等会儿有点延迟啊，打一的管理往上拉吧，上来自报家门啊，咱听听怎么回事嗯。 快点的，这这管理都干啥干活啊！这么多打一的往上拉呀！来，淡泊，淡泊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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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哎，你好，哥们儿啊！什么？不是啥口、啊，我现在我现在在下面听听他这个事儿啊，我是想明白了。啊！你这不是国产，是一千万吗。你去去去,去上一边去啊！别别给我上我秀智商了，不是专业口，别别给我这上蹿下跳给我嘚瑟，上专业人啊！来，可口毒药，双眼怪是哪口？哎，你好，哎啊，哎你好。 嗯、我是那个干化工的，他那个液化气差不多跟我们差不多，这种东西、嗯、压缩机我们公司一五一五年呀一三年的时候，我们当时进了一台，嗯，全亚洲最大的压缩机，国产的神谷的，嗯，是国产的那个那个价格么在化工厂的话，压缩机一个周期都是三年以上的。 那他是他现在说的这个东西哪哪合理哪不合理啊？你作为一个专业人士、啊，嗯，怎么说呢？压缩机这个种类很多，啊、嗯，它估计是一个小单位。嗯、像现在如果这种那个在石化企业的话，嗯，从一几年开始，嗯，国家的几个中石化、中石油全部是在推国产压缩机，以前确实进口的比较好。 啊，嗯，现在好有可能就是说，你就算你达到这个要求了，你毕竟没用过，没用过压缩机这个东西很关键，它就是一停的话，可能会导致我全厂，你知道这就打个比方，投资几十亿或者几百亿的一个厂，它这个压缩机是一台的，它这个费用很高，它停了，可能我全厂整个产业链全部要停掉。 所以压缩机很关键，它、嗯、不能停，在这个我这个整个生产周期之中，它是不能停的。嗯所，所以所以它这个保险度要很高，就像他刚才说的是不能停，基本上是不能停，嗯、停了就完蛋。所以说以前对那个进口的来说，要、嗯、基本上是用进口的，但是一几年开始，国产的开始也上来了。啊、目前来说的话，什么神谷啊，是中国最的最牛的。 差哪儿了？没没什么差的，没什么差的。现在很多炼厂的话，它在石化这一块的话，压缩机基本上开始全全面全面的基本上全面的那个国产化了。估计可能那个压缩机品种很多嘛，有螺杆式的，有那个活塞式的，有那个各种各样的，因为工艺要求不一样。离心的，离心的，<可>心的。对，离心的可能稍微差一点点，但是现在离心的也是也是全面的开始用。 啊、不是不是不是，现在不是在问用国产的还不用国产？对，咱咱现在说差哪儿了？差哪儿了？呃、嗯，但是目前来说，我们用的不差呀、啊。也就是刚才就像那个刚才说的一样，打比方说，以前以前用的那个机子，打比方我几千万可能上亿那个买来的机子，我不会去更换。 这个机子它在运行中，我修修什么的，它用十几二十年没有问题的，离心机是用不坏的、啊。大哥，大哥，知道了，嗯、知道了。我们我们说的不是那个意思，嗯、说的是就是说，像国产压缩机跟进口压缩机差哪儿了？什么这个这个先发条件，说那个时候咱没有，你买了人家那个厂子，咱咱不用唠这个，这个我不都说过了吗？对不对？来，那个悬是哪个口的？来，啊<我>，我、嗯、我简单说一下，嗯、我就是做这个。 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都是我的客户，啊、是我是做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啊、我们现在做了很多这种压缩机的监控，啊、不管国产的还是进口的，啊、首先我们会对它做压缩机所有设备进行监控。那不仅仅是说它的温度、它的运行状状态、它的转速、它的这种运行的周期，以及它每一个转速过程中它发它这个频率、它的功需量，我们都要做监控，是参数了。存在它现在说的说提。 现在什么三年两年的检修，所有的企业半年一检修，双备份，而且在这过程中，我们是叫现在叫做无感式监控和无感式检修。就我当他发现有问题的时候，我现在国产的压缩机能做到什么程度呢？它的设备原厂和这个企业是联动的，我所有出现的故障、故障点的问题，我会直接发送到原厂，原厂在远程进行维修。啊，它有大量的模型，我们去算法。 而不是现在他还说的现在，甚这种国内、国际的这种东西，反而我讲个最简单的例子，吉易的啊，这个产品啊，极易算很有名的嘛，啊，通用电器，它不开放这些协议，反而现在逐渐已经被去国产化给淘汰掉，啊，是这是在中海油发生的事情，不是，哥们儿，呃，那我想问一下子，中国的怎么的？就是我说他说这听不明白，我跟他唠上，你说那是。 <国>首先，国企这个肯定会支持国产，这是毋庸置疑的吧？国企肯定是那种。人家现在跟你说的是，他客户是国企，他是做这个设备监测数据的，你听懂没有？要看这些数据，看你的稳定性，看你啥东西。现在是人家从数据方面告诉你，稳定上面不稳定性上面不存在你说那个问题。你你这人、啊、是。 啊，他他,他说不可能。说稳定性上都是存在的。啊啊、他刚才说的，他刚才说的是、啊、国产的现在是有问题，可以直接什么厂家和工厂联动。啊、他说的是这种，啊、就远程<对>远程维修，<对>你觉得不可能、啊？对，远程维修我提前备产，提前的全生命周期去管理，远比现在进口那种你说什么提前两年三年去检修，这个已经很落伍了。啊，你听到那意思？他说你落伍了。就这个方法是存在。嗯 什么呢？他说他说你什么，你说他什么？就小,小的站会有、啊、小的这种呃区域站，我们所谓的他，因为他这个做压缩机的嘛，然后他是做液、啊、液这个这液化石油气的嘛啊，液化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的嘛，他液化这个过程的嘛啊，这个在小的站会有，但像大一点的这种储藏站，尤其像这个很大时候是中中国管道公司去管的，中国管道、啊、中国管网公司去管，中国管网就是中国石油底下的。 不是这一套体系，不是哥们，咱咱别整那个体系的，的就咱就说这个压缩机，那现在国产是什么水平，进口是什么水平，究竟有没有差距？这我们要首先从质量上面啊，啊，嗯、的确，国产的稳定性会比进口的。 大概就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我们承认是有一定差距的。啊、那不就？但是、啊、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百分之八，有有你等会儿，你忙啥？你干啥？你着急投胎去？你个鼻腔里演的？你等，妈人个大人搁这问事你老烧锅炉的，你老插什么嘴？百分之八十九十什么东西是有差距？是百分之八十九十,十的国产品牌吗？<能>啊，就是性能啊，性能能达到国外的这个国外的这个品牌的,的,的啊。 嗯、啊，达到达到之一就是通用，达到通用的百分之八九十的性能。嗯，嗯那价格上来讲呢？嗯、我想知道西门子的，咱是说这种品。对，咱那我想知道价格上来讲上，大概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那这个三分之一怎么理解？是不三个百分之七十，算算算百分之二百一这么算吗？那假如说，我不是三分之一价格，我买俩呢？<价>我买俩搁这摆，那你是不是比一个强啊？这东西能这么算吗？这肯定现在买的是一主一备的。 啊、一定是这种是做一主一备的，就两台，在国外你买的也是两台，啊、不可能买一台。啊，国外也是买两台，那就那我我的意思就是说，它要轮番运转的。对，那行，轮番运转，我的意思说、就是，那比如说用国内的这个东西，那是从成本上来讲的话，那我三分之一的价格买你八九十的性能，合适不合适啊？那你这么说，现在就是这么做的。那合适不合适啊？那怎<对>么说？但是我说这这这第一方面。 是达到百分之八九十。第二个，我说到了，就是我的后期的运维和服务这块儿，这个会把这个百分之八九十给弥补掉了啊？怎么弥补的呢？怎么弥补的呢？像国内的，它首先说，它从它是实现，涉及了一个产业链的问题啊，就是我的原厂，包括我的运维服务商，包括我的这些设备的这种保养商，这几几个层次，包括我的安装公司，包括我的设计公司，它是形成一条产业链的。 然后我的这种，它所谓的按这种压缩机是单独设计的，不可能是说直接买一台成品的，没有，它都是根据你的这个配比单独设计的。啊，国、啊、内是怎？现在组一个团队去给你设计出来这一套以后，我出了问题以后，啊、是专门有这种，不管是原厂还是这种，它所谓的科研机构，发现问题去，它有它的模型去监控你的过程，提前你还没有到检修，还没出现问题之前，早就发现了。 早就安排我的生产计划里面、检修计划里面去给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它效率是高的，啊，效率高就是说，就是说售后做得好呗。它整个售后服务什么的，它是联动的，不叫售后好，它是一套联动的体系。那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那不行的是性能是追不上人家，啊，百只能达到百分之八九十人家的性能，啊，但是呢追不上，就是也在追，啊，也在追。目前嘛，五年前大概四五十啊，五年前大概百分之四五十。 就是这,、啊、这，这就是现在已经追成这样了啊！五年前大概能顶一半完了现在能顶个百分之九现在八九八九成，<的>啊八九成。然后咱们那个现在也是靠啥<对>呢？靠高效率的售后去补这块不足呗，是这意思吗？不是，它是整套的一个运维体系嘛。啊，不是售后，这您可能和售后的概念不一样啊。这种设备它也叫全生命周期运维体系。啊，全生命周期运维体系，就这这个东西，相比之之之下是比国外更有竞争力的。 国外没有啊，啊，国外没有这个全生命周期压根儿没这。那所以，那就是如果咱客观说，<对>现在有个厂子新，咱新弄个厂子，那那要选压缩机这类的话，那听起来，那你要想要，你要想要什么整个运维体系这东西的话，你肯定你你只能选国内的了。你选国外的，他他这个服务不全呢、啊，等于。对啊，他国外服务他是这样的，你发现故障、啊、停机上报问题，等原厂半个月以后再过来处理。啊。国内还没有发现问题，啊 okay、这个事情已经解决完了。 啊，你要排到检修计划里，就给你检修了。啊，OK OK。就他说这个停机的层情况，不是说什么三天五天一停机吗？啊，国内不存在。啊，这是属于这是纯纯蒙。你依你听的话，你给下个断定，他大概是干什么干什么活的？就应该我猜应该是往那个压缩机往那个那个往那锅炉里边添煤的吧？哐哐一铲一铲<是>。不是不是，他有可能是什么呢？啊，就是有一些小的这种，就咱们首先卖这个燃气啊。啊 它、啊、不是有国营的，也有这个民营的嘛？啊，它可能是小的煤气站，啊、比或者比煤气站大点，有自己储藏空间的这种小小站。说白了，那那就跟东北那就像洗浴中心后面那烧锅炉的吧？不就是？那洗浴中心里面烧锅炉，跨白毛鸡有、嗯、有有。我们要承认，他干这个岗岗位，就这个公司呢是有一点技术含量的啊。就是你可以见到那种储储储,储气罐啊，它是站嘛啊，它是有这个站的，他们可能是做站的。 但这种站呢，规模不会太大，不是我国家管网这种大型站的。啊啊啊啊，行，它是分销站的啊，就是就是小角色，卡拉米就是属于啊。行，那我知道。像因为像啊液化石油气这个东西，包括天然气这个东西，这个在我们看来不算难的，液氮、液氧、液氢。啊，行，那我知道你这些现在都。先先先等一下子，我的我下面还有一个，我再问他一下他是咋回事啊？来啊，稍稍等一下子啊，来，下面这个这个刘放什么口啊？呃，英哥。 啊，什么口？其实这我我是做销售的，这方面我可能他那个玄他是可能做技术的，他讲的可能比较笼统，有些东西他讲出来别人不一定、啊、大概能听得懂啊。啊，他、啊、是怎么回事呢？其实他们这种算是不上不下的，你知道吧？啊，真、啊、正高层面的现在全是国产的，不会用进口的。啊，国产的不比进口的差。啊、他们这种是什么情况呢？呃、啊啊，以前别人给他们卖的，假如说按照他刚刚说的那个话，我顺着他话说啊。 进口的三千万，国产的一千万，对吧？嗯嗯，嗯是这么回事吧？是。然后呢？现在呢是这样子，现在国产的技术跟他们同样，跟进口同等技术的，那我们现在可能要两千八百万，但是他们不愿意给这个钱，这是这是第一种情况。还有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呢？他们以前用的这一套东西的标准是用的国外的标准，但是他又不宁愿不情愿换全套的东西设备，知道吧？ 他们只想换其中的某一些个体的一些模块单元，它这个它这个离心它这个离心压缩机，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单元而已。那如果说你不按照国内的标准，那如果你要让我国内的东西来改，对吧？拿那,那改我不可能给你用最先进的东西来改，都是用差一点的东西来改。那你说这东西改出来，你要我达到跟进口同样的同样的质量，跟同样的那个，然后用落后的技术来给你改？ 要达到同样的技术、啊、和那个，你不扯淡吗？啊，OK OK <对>。那这个东西大概是，就咱们讲一下，就是发展发展里程来讲，是什么时候大概我们开始做的？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往上追的？现在追到了个什么程度啊？还是说有没有能有没有超过人的可能性啊？一八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没有技术壁垒了，啊、这个东西。啊，一八年那也也算近期吧，是不是？ 然后一、啊、八年的时候没有技术壁垒的，然后零几年的时候开始有人在商业化运作，啊、商就是在就在往外卖了嘛，有人开始做这个设备。啊，啊然后可能那个时候技术确实是落后一点，但是现在已经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啊，不存在问题。最关键的原因其实他们考虑的是什么呢？最主要的他们这是一个成本的问题，知道吧？不愿意成套的换国产设备。对，因为这是涉涉及到整套设备的匹配嘛，对不对？像刚才他讲的是整个一套一个。它是一个标准不同。 整个一套运营对它标准不同啊。OK，那那个像像那种大厂子，整个成套如果都都换成国内的话，这一一笔得花大概多少钱呢、啊？那国内的这种，你像，呃国字头的话，啊、五个亿起步吧。哦、那行，妈，我行，我行。 他妈那不三千万吗？干干他妈五个亿！<laughs> 不是那那个东西，那个中字头的东西，跟他们用的那不是一种东西。量大那也好那,那个东西我就跟你说啊，就给你打个比喻啊，就像那二十二个二十二个轮子的卡车啊，跟牧马人是一样的，你就看那个大小，你明白了吧？啊,啊，行行行行，那你你、嗯、你看那个刚才上面这个这上上面的哥们什么水平呢？大概是？ 嗯，这个东西我不我不好去评价人家，这个东西自家的事，他也不能成为你客户，你评价，啊、你快点说，什么级别他是属于大概？烧锅炉的，他他没有他没有接触到真正核心的东西，啊，就是是,是门门外汉呗，说白了就还是烧锅炉的呗，他做不了决策权。啊，行行行行好，我知道了啊啊，那个来那个布布啊，布布在、啊、不在？布布、啊，哎，在，我听。哎，呃，大概我跟你听，你听他们仨这个意思啊，我不是挑事人。 那一号麦那意思呢，就是说那个就是从技术上来讲，因为我们更具备整套的这个服务。就刚才咱就等于三号麦讲那个不匹配的问题，我们能解决不匹配的问题，是整套的运养维护。他的认为呢，他认为你是就是你来烧锅炉的不配，你是门外汉。二号那个意思呢，就是那个玄的意思呢，说他是服务供应商，就是他就是专门供这些机械给国内的这些大企业的。 这大企业呢，现在咱们能大到到达到达到,达到人家那个性能上来讲，单一性能上来讲，达达到人家百分之八九十，听懂的意思了吗？然后呢，你就是整个这个这个东西，就是你呢是属于不太了解，达到人家八九十，你说是不是一种落后？它其实还得看啥，还得看你花多少钱，明白吧？如果说国外的机器设备啊，咱这么说，从头现在你做个厂子，我这厂子预计花呃八个亿。 对吧？你预计花八个亿，那你现在开始做这套东西，如果拿老外的进来，这八个亿可能就得冒，可能得干到十个亿。为啥它有些东西是贵的。那你说，我想达到性能的百分之八九十，我变成有可能五个亿把这事儿就拿得下来的话，因为啥？我告诉你，你在比的是什么东西？你说我就我就说性能是不是的？那完全不考虑价格吗？ 那不可能，这个成本也是需要考虑的。所以在同等的质量比价格，同等的价格再比质量，反复比较之后的这个东西叫什么？叫叫这个性价比。唠的啥？我们唠的这个东西是性价比。听懂了吗？你说你说，我现在想花天价，等于因为啥？我我花天价买老外一套设备，能不能行？会不会比咱比我们的效率高？会。但是这个价格是不是有点不合理呢？那就不合理了。 听懂了吧？所以他认为你是啥？他认为你是属于拿铁铲子搁搁那铲那个铲那个碳往锅炉里面烧，认为你是烧锅炉的。那三号卖的意思是啥呢？他是卖设备的，卖设备的那个那、这个老外那个设备是没办法提供整套解决方案的，搁这个专业术语没有解决方案。就你就这厂里面，这管走那儿，这管走这边，烧锅炉，你的煤从这边倒下来，他不提供整套解决方案，他只卖单一设备。 哎，这里面利润是也好是啥也好的，就这一个设备行了以后，其他东西不配套。实际上按照怎么说呢，就是你把法拉利的马那个，你把法拉利的这个这个、发动机拽下来，你扔你那个啥上，你扔你那夏利上面，扔你那夏利车上面，你能不能走？呢？也能走，那不见得其他东西能受得了。所以说呢，无论从性价比，还是周边配套，还是从整套运维，他们仨的这个三个层面上来讲。 国产是现在应该选的选择，正常做公司，那为啥你觉得不应该选呢？是不是有一种什么感觉呢？有一种，嗯、呃，你看人家那个就是能跑五百匹马力，你这个就就是四百五十匹马力，你就是差这个意思。啊，不管其他的，你低了发动机，你要撞脑瓜，你要上哪儿去？你突突突的，你听没听懂那意思？当然不是我说这个话，他们仨是这意思，对你产生好像有点人身攻击，看不太起你那意思，你听懂了吧？我我我说一下啊、哦。嗯 我们我们集团公司现在有六百万方的日处理天然气的量。啊，我、啊啊、我是我都给他们，<个>我都给他们打开，我都给他们打开，咱听听六百万方是应该这这听着挺狠吧？六百万方是是是多大量啊，哥哥仨？三差不多三百万吨左右吧，三百万吨。三百万吨什么什么量啊？嗯，液化气嘛，他说的。对，这、就是什么量？这属于一个哥们儿。 啊，属于煤气站，煤气站就是灌煤气罐的那个体量啊，还是怎么的？什么什么体量？嗯。你重量嘛，它一个是体积嘛，一个是对就它这个它这个体量，它我不是说这个量有多大，我说它这个体量是大概是什么厂子呀？还是说，还是说就是这搁东北那个开个洗浴中心后面烧烧煤的这本被我。嗯、<吧>那它如果是一个输气站的话，嗯、或者之之类的话，它不算化工不算太大。炼化工厂，化工厂。嗯，啊，天然气的。你是的供应量吧？什么东西的供应量？ 一个地级市的供应量，就是也不算太小呗。说白了，对，一个地级市的供应量，就是属于那锅，那是属于烧锅炉的烧锅炉领班儿呗。没有在、啊、在某些地区的话，它它在一些看什么地域嘛，这个东西不一样。你如果在珠三角的话，你来算的话，你这个算小体量了。嗯、但如果你放在。嗯 三线地区的话，这算很大的量。区域站点，你看区域区域，它的用量不一样，它它它，那咱咱咱，听听那个布布，你这六百万方，六百万方，咱说那个搁搁大城市里面狗屁不是，搁小城市里面还能算个人。完了呢，你现在你现在接着要说的是啥？你这个反正如果六百万方，如果换成这个中海油的话，它一个油田可能你得要几十个十，至少十个。 这样的体量去处理，其他的才七量。嗯，那那个不不不不，你自己说，你现在是什么？你什么个狂妄狂妄情况？我我不是狂妄，我就是说，就是东西。还有刚才说压缩机让一用一备了，怎么了？液化工厂的压缩机，冷机压缩机只有一台，它不能停，它不是有旁路吗？它没有旁一。 我整个工厂就靠这个压缩机运行、嗯。那你们那个，你们那个怎么会没有旁路嘞？等一下，你了解一下液化工厂的讲话，哥哥。液化工厂都有旁路的、嗯。那不是你们，你们几个别别唧唧啊！你怎么、呃、怎么怎么请上你们 <单位 S 2> 你们几个？不是，你说站站明白了，那那讲话烧锅炉还没吱声呢，烧锅炉的怎么回事？你们几个搁这整啥？体量流量的？先给烧锅炉整明白了一会儿，再体量流量的。烧锅炉的，你说六百万六百万方怎么的？ 它是个离心机，离心机没有备用机，而且这个东西它提起,起来再停，短时间内是不可能提起,起来的。你现在这是是混刀了，哥们儿，你说的是，你说的给我们这种给我们观众一种概念是啥呢？使国产压缩机隔三差五就停一下子，都不是便宜的问题。 那造成的损失都不可估量。人家现在人说了，这边是没不存在你说个东西。稳定性来说，稳稳定性我没有说。那个我大概明白他的意思。我也没有说国产好，我只是一台差距。我只是一个站，距在哪儿所以，他现在跟我们讨论的只是一台压缩机，就一个站会有多台，他讨论是其中一台坏了。那正常要检修啊，半年一检啊，很正常啊。啊，正常半年一检修。 那他,他这是有固定检修期的，你们说的你们说的不是一个回事他说那个东西是啥呢？是突然今天早上上班，哎，他把那个锅炉烧锅炉衣服换上了，他发现锅炉坏了，烧不了了。你们说的是半年一检修是啥？正常就像开车到英里数了去去换那个啥换机油去去去保养一样。你们说的是这个正常半年一保养，他现在说的是隔三差五就停了，这是两回事嘛，对不对？ 对，国产的半年得保养一次，检修和这个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就是、就说保养，日常保养需要停机保养的这种，正常保养西门子的两年不需要，国产的半年得停停下保养一次。啊，西门子的两年都不需要停一次，就两年是肯定不用停。那像他们说的正常的话，你都有个备用机器嘛，对不对？就是停的时候用备用机器的机器。这个东西，这个液化工厂的离心式冷机压缩机,、嗯、机它没有备用。 啊，没有备用，<对>那就停了，就业务就停了。对，主要是这个东西是单体是没有备用的，它是有多体的。我啊，所以<释>所以一旦涉及到备用的问题的时候，就等于啥呢？等于国产等于两年之内停四次，外国的两年之内停一次。对对，对说是你的意思？不不不，呃，大头是这样，不一、啊、定。呃，其实大型的那个炼厂关键压缩机肯定只有一台，嗯、成本太高啊。 成本太高，几个亿的一个压缩机，它肯定只有一台，嗯、不可能去备一台。这台我备着一台，这一台可能三年都不用去动它的，不可能备。大型的压缩机都是不备的，啊啊、背是轮巡啊，就是一台。那种小型的，那种小型的肯定会备，嗯、大型的三不会备。就是那不会备，那在维修的时候怎么办呢？ 就是咱就是大型的炼厂，打个比方说，正常情况下三年到四年要一个大修周期。他他到了三年，不是因为压缩机的关系，我全场要停下来大修。嗯，大修的时候我顺便压缩机检查一下，不一定修，我要检查一下，我看看嗯、呃、整体的运行情况啊或者什么的。但是像压缩机这种情况，它可能会拆部分的东西，我看看。打比方说，压缩机关键的。 那些不是是，他就拆的话，呃、会不会导致他今天停产了？那好比说，那罐子里头有气儿，就是、就是我们外人理解<不>这么理解的，的有个大罐子，大罐子，他那压缩机把气儿全都这个储罐子里头了。先压缩机拿下来换电池，换电池的时候，这罐子不跑气儿，气儿跑没了吗？不，是不是这么个意思、啊不不不？不对啊，呃，他们也一样，他们肯定是三年或者多少时间一个有一个大修周期的，他不可能说用平五年六年。 对啊，那怎么就是他停呢？他维修的时候到底需不需要停？维修的时候停啊，全部停了。三年需要停，三年需要停，全停,要停。他<对>大的维修部停，掉。常不谁都要停的。大检修都要停。那国内那国内,那国内他说国内半年就得停一回，对不对？外国的两年才停一回。我像我们单位啊，像我们单位、嗯、打比方说、嗯、这些关键的压缩机，公司也要停，都是大修的时候停的，不可能去中间停。嗯 像我们这种循环氢啊，这种压缩机，它一停，我整个公司是，我知道停，我我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停的危害性。嗯、我就是只是问，国内的压缩机在它那个应用层面上来用的话，就是需不需要停？停的话，你像说，你要说国产的也停，外国的也停，那外国的两年一停，国国内的两年停四回，对吧？那这不就是这不就是、嗯、这个<对>这不就是次数上不一样吗？那他现在说这个是是有没有这个事儿啊？需不需要停四回啊？ 嗯，所以说我我是用户啊，我我是没有碰到过这种事情。我们、啊、是国内最大的私营设备，啊、有可能停。就是你说十几年、二十年前临近生命周期结束期的一个设备，它有可能停。但是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属于正常生命周期内的。 是不可能发生他说的这种一年停两次。你们没有一个专业的，你但凡是压缩机厂家或者你是夜场用国产压缩机的，你上来跟我杠，你们都不是专业的，杠的那种。就是、啊、我就是铁子，你这么小体量，你跟你跟人家那都国企的，你是说话你注意点。说白了，我你有点，你有点，你这分不清个大小王了。你现实，我说白了，你搁你搁大城市，你你老锅炉工水平，你怎么跟人说话呢？一点他妈都没有，<是>没深沉玩意儿，你这。 你就现在现在问你们就是就是国产的，是不是一年要停好几回？像他说的似的，或者两年停好几回？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没有这个问题。好，那那现在就问不不,不，那你的意思是不是国产要停好几回，所以国产不行、啊？ 不是国产要停好几回，这个东西它不是一定，啊、但是它综合来看，故障率就是比进口高，就是可能造成的停机次数就是比进口高。那这个你是有数据啊，还是自己亲身感受啊，还是怎么个怎么个情况啊？我没有数据，就是我干夜场也干五六年了，啊、就大家我认识的这些老师傅，嗯、啊，都是这么说的，就包括从业几十年的，的设备我们的总工也是说的。最简单的一个问题，你的压缩机有上位机吗？有呀。 你的上位机的数据你会走 DCS 去看吗？不走 DCS，那就是问题了。如果你连 DCS 都不走，那你根本我理解你是你的上位机，你只是做一个简单的控制，而没有对于运行状态它进行一个监控，有我是本质区别。上位机的监控参数有上传到 DCS，但是上位机的操作没有上传到 DCS。就是你监控过程中，它进行监控以后，它会不会去分析数据呢？ 什么叫分析数据？我们整个工厂没有你说的那种，就是哪哪个哪个点不对了，它智能给你分析来，需要你什么操作？我们还没有升级到那种程度。呃，那明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它可能就是那种，是这个是 <laughs> 就是成套设备。它 <laughs> 是它是一个成套设备，嗯，这套对，然后是一个小体量的成套设备，诊断系统。 说难听点，啊、嗯，那套诊断系统，要，我们还没有诊断系统，<诶><诶>没有没有。对，说白了就是就是钱没花够。对，它大概诊断系统那个如<果>它的运维费用是设备费用的百分之三十，<laughs> 每年。在国外的费用大概是这么一个成本。不打钱不发货，你知道吗？我们压缩机都是定制的，知道知道知道，我这个知道，你就是一个成套设备你。你的就是成套嘛，成套给你安装，然后安装完了以后交付。 有没有数字化交付？做没做数字化交付也没有吧？我不知道什么什么数字化交付是个啥。你干技术的应该知道，你就是一个 PLC 自动控制的，没有到 DCS。对。大型的压缩机肯定是 DCS。你跟、就是、我唠啥嗑了？这个技术大概我理解了，<laughs> 它是十年前大概咱们中国那种叫做智能化工厂的技术，还叫智能化工厂。 我不知道你说那是咋的现在就是现在是，所以现在是怎么的？他被淘汰了还是啥呀？对，他用的不是，只能说只能说那个体型不是很大，压缩机不是那种很对一个一一种小型的，那就是因为啥？因为啥导致这个问题？因为他做的早，十年前那个时候家里面没有，完了全套使了人家那个东西。 现在想换国内的，如果单独只换一个压缩机会导,会导致会导致它频繁停。你要整个换它换不急、呃，不是这个问题，不是会不会啊！现在国内已经不是、啊、已经不搞这种东西了，这种东西我们已经不用了。如果单单我要单单去给你生产一个类似这种东西啊，我要用十年前的技术去给你做，用国外十年前的技术给你做，对我们来说这个东西我们不做，明白没有？ 能给他们做的也很少、啊。行行，你说，所以说他等于没有没售后呗，就说白了就是。嗯，对，有也也可以这么说，没运维。有，的售有买能买的设备没运维。<对>你能不能到两个专业的上来？对，能不能到两个专业的上来？不是，哥们儿，这这这都不是专业，在你眼里头，就你是专业的。他们真不是，你要么连个来个压缩机厂家，你要么来个干夜场的。我说我说白了，哥们儿，你那那那就是他们说你这个使的设备是老设备这块，你怎么说？ 定制的这玩意儿，我们工厂还有做节能技术了，都是定制的啊！来来来，下边主机大修嘛，行了行行行行，没问题。那个让你让你明目，行哥仨你们也不用跟他说啊，不不用了，哥仨你们也不用跟他犟了。说白了，我我作为旁观，我听个大概了。国内现在有新的整套技术，他换不起。 但是他认为你们仨说的东西不是他用的那个玩意儿。一个厂二十多个亿换国内的啥的什么设备换不。对，但是啥呢？他换不起，他用的是十年前的那个技术也好，还是人家整套的智能智能设备吧？他现在新的换不起。你唠这个东西他理解不了，你唠以前的那个东西呢？你又你们又做的不是那玩意儿、啊。说白了就是他使个老古董，现在他提了个 iPhone 五上来了，给我们唠上 iOS 系统了，现在就这个意思、啊。 对吧？现在能耗的、嗯、这个东西，现在国内的能耗都跟国,的差、啊、国外差不。哎，对，这咱那现在有没有懂老设备的、啊、来？L A 地震吓你了？铁子正常啊。L A 现在那个高高温高温这几天都高温，完了那个山火地震都是频发现象，建议你别出门啊。来吧，那个有,有没有没有还有没有做这个专业的，就是懂点老设备的？这仨懂的懂的都是新的，懂点老设备的，是不是？ 懂点懂点他那个年代的设备的，感谢八岁光年的大跑车啊！来，那个管理员往上拉人儿啊，是不是？我先下去吧，我感觉我跟他说不到一条线上面去。哎，是人家的那铁子你，你你现在等于啥呢？你们仨是坐电车的，听懂了没有？ 他开的是啥？他开的是老八缸，他,他,他开的是老八缸捷达。<对>你们唠东西都是车的，但不是一个玩意儿，啊，换对、啊、对,对换人，你明白？你们现在是你们开电车的，现在他唠八，他唠包个八缸捷达，说油油油门油门踩大往后面冒黑烟。你们根本都没在一个系统上，我听明白了。来，那个封封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口的？风帆、嗯，啥 <laughs> 狗。啊，行，风沟啊，你这样啊。 我拉 LNG 十一年了，嗯、知道吧？咱国内的这些，你像天然气是饱和的，四川有很多井口也都流拍了，知道吧？这些小厂全部用的都是老设备，它的这个压缩机在大压缩机坏的情况下，是咱就是正规的液厂，不是那种井口站，不是撬装站，日处理你是现在现在就是要谈老设备嘛，最老的设备嘛，对吧？呀。 我昨天我去这个厂是去年建的，你跟我说是老设备，那、啊、不是大头说是要谈老设备，我跟你谈谈老设备。<laughs> 不是哥们儿，<吧>你别呵呵呀，那么讲话唠新能源的，说起要笑话你那玩意儿。 一炒一冒冒黑烟，现在唠老设备了，你又呵呵上了，你唠啥呢？那个、你搁这？你给我聊专业的人，你专业的人了吗？不，这个不专业吗？这还不专业、啊我？我拉我拉 LNG 十一年了，LNG、LPG、啊、CNG <C NG, S 3> 能聊到一块呢。我是我是生产，<laughs> 我井口业，<laughs> 我们陕北的井口业，我都能找得到。你告诉我，我不了解这个东西啊。没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走呀。他们那些人跟我一起聊得很嗨的。啊 就是啊。那你说说呗，那怎么着不了呢？这些小夜场最基本的，他们检修的时候，哪怕出点故障的时候，咱们就最简单的这个给轮胎打气的这个气泵都可以代替压缩机去用，知道吧？好好好好，那行不行啊？这这这怎么？那不不够专业程度不够啊？铁子，你这不硬滚刀了吗？我我烧过炉的，我少过够够。 不是，那你是是说的那个，我们这边延长石油他们那些大厂也检修，知道吧？但是我知道一年只检修一次。脑子吧，设备不好的可能三五个月一个季度检修一次，但是检修也不会超过两天。嗯嗯，好好好好，我下了，我下了，我下了，我干不过你，赢了，大周鹰，你又赢了。 不是你整这出干啥？铁子就是就铁子就是今天今天你就在我麦上自嘎了，那咋的？你能埋汰到我？你你你有有客人你跟唠你杠不就完了吗？那<没>下面不还有一个呢吗？我说我我输了，我没我没。我没杠不是，那你唠新的新的你不够档次，跟人够不上；唠老的你又呵呵人家。那你到底要啥的呀？你整这出啊？嗯、你要跑啊？嗯、不那你要跑你跑吧。我只能说咱咱。 咱咱中国人那个办法比困难多，真的，实话实说。啊、行，来下面这个是是苹果核，再补充一下子，它是苹果核哪个口的？那应该我是之前做那个燃气电厂的啊，然后这个体量呢是储是储量是二十万粒大概是十万吨，啊、嗯，用的呢是咱自己国产凌达的压缩机。你十万,万吨，人家六百万吨啊。 那我是储量，我不可能储那么大，因为有那个安全上啊，嗯、啊，有安全上。但是我想说两句，行不行？谁谁要说两句？呃，就这个风风骚，你说的这啊，风骚怎么的了？你你知道吗？大头，现在咱国内啊，所有的卡车有百分之九十都是燃气车，都是烧天然气的 LNG。L 那他烧他烧的是啥呀？ 刚才那步不是他整的，是啥的、啊？国国外烧的都是油呀，咱咱中国现在运价现在打了这么低，跟 LNG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知道吧？货车现在全烧气儿，低温的，一百四十五度的。不对，这接气化以后不是一个事儿，知道啊，那里边还有那个你你说的天然气里边很，说的这个简单的天然气，这就叫 L N L LNG。 还有 CNG 是小车烧的，这是个环保清洁能源，知道吧？啊，然后呢？所以我说，这咱,咱这个东西，你像现在我我现在在四川这边了，四川有很多井口都是流拍的，知道吧？就是，就是国家。 不让他去开采这个东西，其实咱们国家的 LNG 多得很，知道吧？用不完，我们陕北的井口可多呢，自己开个小厂子就在那儿造，相当于是造柴油和汽油的这个概念，知道吧？行行行行行，完了完了，苹苹果核苹果核说的是啥？苹果核说的是那个什么东西体体量流量呢？是那个我做的是燃气电厂啊。 然后我们储量是二十万粒，大概是十万吨左右。啊，这个是随进随出，大概是到百分之五十的时候呢，再重新进，因为有这个安全上面的考虑，有规程在。呃，压缩机呢用的是凌达的，这个呢是咱咱家纯国产，现在是全球产量和出货量全球第二，他家的质量也是。 行，是是是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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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这，这是，我感觉，我感觉没不,不不说的不是一个事儿。那个雪莲在在在天山呢，能不能听见我讲话？能听见，你说。他说的这个事情我了解，因为以前我在那个塔里木油田公司干过，就是环南疆那个燃气管线。啊、他说的这个情况就相当于一个中转的置换站，啊、不管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嗯，都要定期停机置换液氮。 啊啊，那这、就是都都有你他说的是国产的停停机比较频繁，没有没有他说的那个情况，这个停机置换液氮呀，他是那个啥，就是根据你的那个年度的维修计划都已经提前都定好了，没有说这个国产的不是那你年度维修计划，那你像人他说那个是人家那个外国的那个是两年维修一回，国内的一年维修两回，没有,没有这种情况，没有这种情况。 没有这种情况，那就是你说没有就没有，他说有就有。那这有没有有没有具体的，比如说什么数据也好啊，参考的什么参数也好，啥也好，那还是全全凭你说他说呀？这个就是那个啊，嗯、平时如果是维修，我们就只需监控他的数据就可以了。然后在年度维修的哪一块，比如说有问题，他那个不带监控的。Yeah. 他那设备是老设备，他就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他那车上是插碟儿听歌的。你现在唠的是这，你这边蓝牙连上以后，你放大小音量大小调啥歌，下载新的更新。你现在唠的是这么个听歌方，他那个听歌方式是插碟儿的，他没有电子的那个东西，他这就是落他落后的那个玩意儿那一套设备。他这，他这种情况呢，那我就不太清楚了。啊,啊，你这行，那那他好好好，嗯。 这是属于呃找进来找进来相关的，他说不相不口不对，是吧？找进来相关的说口口不对，完了呢呃找进来口对的嫌他那玩意儿落后，落岔皮了。那个确实是咱咱咱讲话，你看确实你能看出来。说白了，那个烧锅炉和和和,和造火箭确实是不一样，就不是那么清晰啊，稍微有点不是那么清晰。但我也大概也听明白反正国内现在国内厂子是有国内的设备的。 老的那种，你以前的装完了，你不能换什么换一套好几亿也好，换一套整个连连零部件配件全都换也罢，那是个大投大投入，所以他也不可能换，不是换起不换换不起的问题，不可能突然间增加增加一个个八亿的成本去把那整套设备换了，不就这么简单吗？对不对？ 第一个老，他他属于第一个老 CD，完我就问 CD，外国的外国 CD 播出来就是带重低音的，人说我们这边现在都是属于下载的了，下下载的别说下载的口不对，那边说老的我有磁带，磁带也不对，我就是我就 CD 光盘带重低音，四十秒并减震，啊新厂子。 那新新厂子，那讲话，那现在国内那个国产那个价格跟那摆的，那新厂子为为啥用老厂子呢？这不重重点吗？不是新厂子为啥用老设备呢？不带人家那个功能呢？这不这不降降啥的，不就降这个了吗？对吧？你他下去挺不乐意，铁，你是洗澡吧？你些锅炉烧的脖子黢黑的。 那下面的老多大聪明了，来大头鹰，你没整明白？大头鹰，你说的不是你说那玩意儿，一个个上蹿下跳，那么你上来说来来，那逼死羊脸的，说白说话大舌头，狼叽乱乱的，搁那儿一天喝酒，的，暗中通红的，搁那逼死羊脸，来来来来来，哎,呀呀呀哎,哎,哎,哎，不对，你哎，我来，我上来，我，那么你上来说，真能逼逼，搁、哎、那，感谢普罗跑车。 我破啥房？那眼瞅、听的、那那唠整套运维设备维护什么乱玩他那眼眼看就没这玩意儿，那不是一个时代的东西。人家这边卖的是啥？人家这边卖的是整个线上线上升级运维整套维护体系。他这边提一天提个老锅炉搁这，这边这边看不了，压力值一百二十六啊，能看到吗？红表好，的，下一个压力值九十七啊，需要维修吗？属于纯人工报的，和不是一个水水平东西。 说白了，改老胡跑车，改老虎的月月月满团圆。那你一张嘴说就不是那啥的，一张嘴说的就,就听的不是那玩意儿。谁到整老二手设备维修的搁这块儿？哎，我明白，我明白。那变龙变龙典礼什么活儿？哎、呃，英哥，我解释一下刚才那个事儿。那个、你你什么口啊？防防啊，环环环保部门政府的。 不是你不你老环保部门，你跟压缩机你凑什么热闹、啊？我我给您解释一下他那个意思，大概行吗？你说吧，就是我给你个面子，东我看我看你是环保部门，我给你个面子。说白了，你大凡啊是这样的，大凡别的部门、就是、我都说不让你说。啊，是这样的，就是呃，我给你解释一下类似的，比如说现在我们那个排气的那些厂子都有一个智能监控设备，啊、这智智能监控设备是被锁起来的，是不让用的。但是有一些厂子呢，他偷偷就修改监测数据，嗯、所以就造成这种违法。 那它这个东西就相当于它上面是那个压缩机有一个智能的监控设备，它不是没有，就刚才您解释的说是老设备啊，它是有的，但是呢，它不用。啊、他为啥不用？他们厂子不用呀。他为啥不用？问他们来说为什么不用，就是成本低嘛。 就就跟您家开电视一样，咱俩都买同样的电视，您天天就说白了，他开苏<拿>他开出租车，他出租车他开了，他不开空调呗，就那意思。对对对，啊，然后就是它里面每个人的操作习惯和操作的这个过程，它没有办法的那个数据上传，就是您今天摁摁键盘打的一分钟一百。 我这边一百二，那每个人都不一样，没有一个正规的操作流程，就造成这个设备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但是它这个监测数据它没有上传到那里面。那他为啥要说国产的不行呢？他只能说他们家不行，不能说国产不行。您知道吧？就跟您买一个电视，我买一个电视一样。您家用的，一个月坏了，我用了一年，您不能说我咱这电视就不行，只能说你们家的操作有问题。你不是一分钟开一，一分钟关，你开了。 你一开一天二十四小时就这么开，那肯定就坏得快啊！我听明白了，就没事儿，刚子刚那搁那尬着它，就咱俩一人，咱俩一人买个折叠屏手机，哎，我搁这天天我这没没事搁这个嘎嘎搁个山峰尬着它玩，对吧对？他那个数据，他监测他操作的那个数据，他没有上传上去。如果是上传了，啊、他就这个操作有问题了，然后就提示他了。为什么他说进口的那个呢？进口的人家是整套设备，你付了钱，人家给你安。 你不付钱，人不给你安。他现在是买国产的呢，就没有这个问题，他就可以安一点儿，他可以不用，人家没法监测他，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怎么用。啊、就,就是说白了，就是就是违规操作呗，就违规操作多。不不能这么说、啊，像啊、这么说不不不，咱不能这么说，违不违规，只只能说他操作可能是吧？就您是一个操作员，我也是个操作员，咱俩操作不一样，和那个规程可能有一这吧，十个人十个操作方式，那他没有监测数据上。 啊、嗯，行，就没我不知道解释清楚没<有>、嗯、啊？勉强吧。他只能说他们家遇到是这个问题，嗯、为什么大家都没有遇到呢？啊啊啊啊啊！我听明白了，我听明白了啊！我懂了，就是问题出在这个烧锅炉的人身上了。对，就是他们家，只能说他们家是、啊、如果有这个问题，一年换十次都。就那车跟，车搁谁手里头也是半年换次刹车盘、刹车片。对对对，搁他手里面一个月就换了，因为他点刹车点贼狠。 对对对，你不能说这个车有问题，只能说你们的这个开车的手法有问题。听明白了，听明白了。说说白了，他烧锅烧锅炉时候，他这堵气囊塞的，他鼓大腮帮子，搁那都没没没好特摁那。对，所以所以环保的第三方监测数据是要被锁起来的，就是不自己的厂子是打不开的。啊，他们没有这玩意儿。啊啊，行行行，听懂了。他不是说他老了就没有这个系统，他只是他他怎么用法的问题啊。听懂了，听懂。了。 好啊，那这回知道了，这回听明白，嗯、啊，就是属于哐哐猛踩刹车那伙儿的，完了换刹车刹车片的时候就说国产车不行，对吧？啊，好啊啊，不步不，又要上麦，不步说这么说我不行，你不能这么说我呀，我也没有这事、哎哎、儿，哎，搁哪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再围等等，听吗你？你等会儿，等会儿，<那>等会儿再围那不不怎么啊，我说一下啊,啊哎，你们刚才说我是烧锅炉的，我是工艺主管，我就玩这个东西的，嗯、啊。啊 你别往心里去，你也没好哪儿去。说白了，啊，也没好哪儿。嗯。还有这个环保监测，这是个压缩机啊，嗯、它是，它跟环保没关系。嗯，环，压缩机跟环保没关系。压缩机，压缩机在压缩制冷的时候不产生不产生氟利昂吗？不用氟利昂吗？没有那个？不不不啊！不不不产生循环冷机制冷，就甲烷氮气那些。啊、甲烷氮气这些跟环保没关系吗？ 没有跟环保部省不发生关系，环保不发生他<源>按照他说那个，<源>按照刚才那哥们说那意思，不发生关系的原因是因为你家缺点东西，<确>否则的话你就归他们管、啊不不。不不不，我们那些都上传压缩机。那行，那你这样铁子吧，你直接说你家机器型号吧，咱咱咱找人能更专业点，你说呢？机器型号，具体型号我也没记那个东西，我你是哪个厂子？哪个厂子产的？大概什么玩意儿？ 功率是一万四千七百五。你唠什么功率？你唠多大的得了？你就我你是大概哪个公司产的？什么什么型号？西门子的，西门子的啊，西门子一百万方天然气处理量的机子，啊、单台一百万西西。西门子的压缩机是这意思吧？对，西门子就是咱那咱咱咱就说西门子压缩机，你使整套设备使的时候，你说不跟环保部门发生关系，他说跟这有关系，<对>你你你你逃了，你操作的问题。 是吧没没没？没有，没有。来，刚才那，刚才那谁呢？刚才刚才那个环保呢？环保，你再回来，来来，环保，来，环保的回来，来，改下半斤八两，月线，你啥？来，环保的呢？环保的，环保的，那小子回来，来来来,来，快点的。他说他那玩意儿跟你没关系，你干啥？你你,你是不是？你是不是吃哪卡药了你？<laughs> 怎么回事？来，你快我回来，拿个表锁起来了。刚才那小子呢？快点的。 刚才那小子叫啥来？打字儿给提溜上来，快！当场对峙，我看怎么回事？那讲话了一会儿说人设备了啊，两把说人不环保啊，这这这这小子上面这上的态度还还还挺屌。你看你看，你说今天这这事儿咱就掰扯明白，你看好不好？<有>考研<验>，来，考研<验>，<来>当<吧>当,当场考研来。还有谁跟那个压缩机有关的？给我上人来。 跟压缩机有关的相关行业能听懂他说那老西门子老西门子什么那个西西门子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压缩机、六缩机的专业的往上上人来,来快来，刚才环保那小子你上来来。怎么回事？给你说明白的。啊！那基拉怎么给这这基拉归来有什么活、啊？我来两句啊，嗯、呃，我可能对他那儿也不算专业对口，但是呢，我是选型的，我是设计院的。 啊，咱们国家这个前三的一个石化设计院，嗯、好吧？我说一下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到现在还是你们还是选西门子这个事儿呢？就是石化口吧，就是比较稳重。说白了，就是这个事儿，一般是我们会推荐，一般我们院里推荐不会推荐，呃，特别多的国产，都是一个呃。 带一个国产品，带一个外资品牌，然后有一个国产品牌，更多的这个选型的最后决定还是嗯甲方最后定，但是甲方中上层领导五十多，将近六十了，就是说他接受不了国产品牌的好，所以他们最后会定这个。说白了他就是保住自己这一切不出问题。你说这玩意儿跟他这个有关系吗，哥们儿？有啊。 就是说，为什么好？因为你他你他现在不是现在讨论的不是说用国产的好还是用进口的好的问题，对不对？现在讨论的是他那玩意儿，他认为他那个玩意儿就是两年前人家买的，人那个是新的，人家全套这个东西。现在核心问题说的是国产不如他那哪，他没说效率、功能什么什么这个效率能达百分之多少。他说的是国产的半年就得维修一回。 所以两年得维修四回，人家外国那东西两年就维修一回。我,我说我只是说国产的故障率高，比进口的故障率要高。我没说。那过故障率高，哎、人刚才跟你说了是由于你操作问题导致的，你承不承认这个问题？不承认，不承认。啊，你就你操作绝对没问题，但是那个国国、嗯、产的就是故障率高。完了，人家刚才专业的就专门看数据的说不是这个问题、啊。啊、我不上传，啊，有上位机监控数据也进 D C S，但是这个这个东西是不需要上传到环保部门的，跟。 跟操作没关系，我们不需要说逃逃避什么，不需要。嗯，不，我报你报你位置，报你报你报你厂家名吧。不是，你是迷路你迷路你,你,你什么口、啊？你上来报厂家名，你这你什么口呢？说话呢，你就给跟外头进过啥呀？你你什么口了、啊？你是？那么那管理别他妈手欠，搁那瞎整捅咕啥呀、啊？去哪呢哥？ 那不什么什么东西？报吧，报吧。悬崖组的平平阳平阳组什么组啊？平塔组。什么<吧>？你直接报，你不用报型号了，直接报你厂厂家名玩了。我们直接查一下，王老板是吧？你好狂呀、啊！我操！不是不是，你不你你不别别不是不是<寻>不是你这你这样一聊，你报型号，你看你看大家都你报那个型号都不同意。你看你看环保，你说你你,你。 环保那个设备是锁的，它必须上环保，你不用想，现在必查的。电量上上环保呀，电量上呀。对啊，你那你说你那个不动环保什么意思？不是不不不不，我劝你别给别给老板惹事儿啊。你报吧，你直接私聊吧，哥哥。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别别别别别别给老板惹事儿，咱们讨论技术就讨论技术的。直现在不是不是不是。别别别别别别老板惹事儿，咱们讨论技术就讨论技术的。直接私聊他现在不是不是不是。别别别吧，不是不是咱直接私聊吧，咋不是这样活是。别呢哥，哥别哥别正老板们对半分术吧，啊，你对查一不就行。 嗯，你别私了，咱就讨论你们环保要坚持。你那，你那个设备问题上来这么多，我我一直连吧，一直连吧，我一直说，你设备必须上环保，不可能你不上环保这个事儿。上了，我们电量上上。我上了，你上了，你说你那个不走那个电量什么意思啊？是老设备还是什么？<我>你西门子，西门子西门子是零三年到零七年的,的这一个，西门子那个设备是零零三年到零七年的，零八年以后全部上社保了。 不影全部上环保的。我跟你说，上呀，电量上呀。啊，等会儿啊，你这个，哎，等会儿，稍等啊，稍等。他说的是完全跟环保没关系，你这边说的是必须上环保。对呀、啊，这是。 这个是哎不不，这实打实你这违规了吧？这咱们不是我向他们说这违规了吧？包位置吧，哥哥，报位置，来活了吗？这不是属于<对>你这实打实违规了。人家说规定吗？这不是？我们我们巡逻组，我们巡逻组还没还没过去，还没到你们那、啊。你,你,你稍你稍等一下吧，完了、嗯、迷路你稍等一下，怎么那股东干啥？嗯、你什你什么口啊你啊？ 呃，我是全，我就是搞环保的。我来给他解释一下。啊，你又环保的了？你先别解释，这玩意儿跟跟环保有没有关系？你告诉我，他做这玩意儿跟环保到底有没有关系？肯定有关系啊，肯定有关系。啊，来，我再等，好，你等会儿别动。你这来，布布，我再问你遍，你这玩意儿跟环保有没有关系？压缩机没有，压缩机只有电量跟环保有关系。我现在就问你，你干这行跟环保挂不挂钩？要不要上传数据给人家？整个工厂肯定挂钩。要不要上传数据给人家？ 有有有，好，刚才环保的上来说了啊，上一个也说了，这一个一会儿一一会儿也跟你聊这个问题。你在操作的时候，你的数据是不上传给环保，因为你使那套设备，听懂了吧？现在涉及的是啥？现在都上传，明拜没？现在涉及的是啥？现在涉及的是你这套数据，你用的这套设备不上传数据给人家，你这个设备可能就违规了，听懂了吧？我上传了，我该上传都上传了，我是正规的，我们厂。 啊好，正规的。好，这个、好那来来来来，那个股东，那你说说吧，他他他他说都上传了，完了那边又是怎么监控不着的，又怎么个情况？来，我听听来。嗯，你说吧他。他这个呢，他涉及环保的，他涉及环保的方向呢，主要是两个方向，嗯、一个是用电，还有一个是噪音。然后他这个就是，咱不知道他噪音合不合格。如果他如果说做这个就是呃呃安设备的时候啊，把那个噪音就是。 电吧电吧，把它噪音降下来啊，因为问题不大。但是它主要的就是涉及到一个碳排，因为它用但凡用电的话，它就要涉及一个碳排放，碳排放量。有可能他们这个企业还要每年要买那个碳排放指标。所以说，它这个如果说呃不涉及环保的话，就开玩笑了，它肯定要涉及环保。 啊，那你设说那哥们儿，那你涉及环保了，你的数据不上传给人家，所以你才你才能用这设备。你要大凡上传给人家，你用不了这设备，是不是这意思、啊？迷迷路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听听怎么回事？这据能造假知道吗？你查查十年，我们只要往查二十年，往回查二十年的，不不会查十年的。不是，那哥们儿，你这你这说白了，铁子，你这 IP 一暴露六百万方，那基本上你等于把公司大名。 不是我知道，我说不不，那你这你这 I P 一看，你这,这 I P 哪个省份的六、啊、百万方，你就不能给公司名给报出来了吗？我们现我们现在巡查巡查就是二十年二二十年往上往上巡，不是往你十年以内，啊、你报那个数据我们不看，我们就看二十年以前的，看你以前那个数据。咋咋整啊，不不，咋<你>？西门子，西门子就是 <laughs> 你西门子我真没啥好慌的，我们真的都是正规手续，该上传。就正规手续啊，都是正规手续啊，嗯、一样。 他们那些老板拉西门子那个我知道，西门子那个电机就是零零三年到零七年的，然后然后是一二年，一二年是另一批，一二年另一批那他们已经报备了，然后。 设边的时候就是直接我们这边直接设备直接锁了、啊，懂了吗？<laughs> 不是，这、就是屏幕搁这干啥？提供线索呢？山山西临汾，山西临汾六百万方。你这干啥呢？你们搁这看这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刚才那个哥哥，刚才那个哥哥不是说了吗？很多他们那边很多就是这这种，是吧？你问题是你啊，你报了你报了那个数据啊、呃，你你也不说你用了用了哪一哪哪哪一款、啊，是吧？ 问题是你不用哪一款？国产的？那不不？布布你是瞧不起国产的吗？不是，不布布不是不是，咋整？现在到这份儿了？我我我去查，等一下，我现在去办公室查。嗯、对你去看看下一下。急眼了，急眼了，现在上办公室。对你应该是零零三年到零七年，然后一三年还有一批。你看一下，你看一下,下你那个。 看看那个设备就行。<laughs> 完了完了完了，天塌 <laughs> 天塌了呀，完了呀，天塌。嗯、呃，一三年一三年是是新上了新新上上台了一个规定，嗯 <laughs>、呃，然后一八年又改了个规定，<laughs> 然后 <laughs> 这个你看一下就可以了。天塌了呀，兄弟们，天塌了。嗯 <laughs>，<laughs> 这个，<laughs> 我这嘴我就不该犟啊，天塌，我这回天塌。<laughs> 这个拿这个学啥？这个就是嗯。 你讲太多也不好，错。金山银山。等会儿他，你去，咱别说了，你等着报数据吧，姐，反正。可以报数据，报给我，完了，报完数量，我我把我我我我把我私信开一下，完了，我。完了，天塌了，完了呀，完了。我先我先下去了，啊，行行，你先下，完了完了完了。 这回好，我让你没环保，我跟环保有什么关系？我让你我让你理直气壮的就完了，我让你使西门子这门、哎。我公司,我公,司公司肯定有，嗯、但是这个压缩机，的，它真的出了一个噪音，一个我说白了，<noise> 哥们儿，你个老管技术的，啊、我说我说白了，你个老管技术的公司真有没有？你真那么敢保准啊？啥？ 我说你一个干技术的公司真有没有什么这资质那资质？老板跟跟你说吗？你这不给老板惹祸呢吗？你不你哎呀啥呀？咱咱国家有节能节能验收系统了，我们前,前你那你的节能验收系统，你但凡有的话，跟环保肯定挂钩，你怎么能不挂钩呢？挂钩嘛，就又说挂钩。我前两天才刚才不说没，刚才不刚,刚说的没关系吗？啊 怎么又挂掉了呢？压缩机跟环保没什么。压缩机，压缩机、那个，大哥，行行行。天，他压缩机是压缩机，你但是你那个绝对走环保啊呵呵，你不用想啊，你那个绝对走环保 <laughs>。对对对，你说你说都对，你现在去查我们等你，你说都你说都。他 <laughs> 问题是我们现在倒查二十年，不是,不是你们别道德绑架我呀，架这儿了怎么的？我说你快跑。 我说啥呀？你知道吗？我嫁嫁到这儿了，完了，我说不不，你快跑，你快跑！我给他踢了。我说啥呀？你嫁到这儿，我说啥呀？我我一直在。自扫的吧？你这不是？完了，完了，不是完了，兄弟。不是不是不和我英哥不和我英哥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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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行不行不行不是不是我不是我英哥的锅，是他设杯一直不明显说他说西门子的，西门子现在就是零七年。 我零三年到零七年，然后一三年一一批西门子的那个设备。我、哦、这小子整成对讲机了！哦、<这>那场了现场回岗工，现场回工作岗位了。对啊，他只能倒茬，倒茬 <laughs> 到倒就二十年啊！你想嘛，二十年就零三年。倒茬就二十年。天塌了呀！这节不是天塌了。啊 没没没笑，没没本来上本来上来就是讨论一个进口压缩机跟国产压缩机的事儿，你哭出来。啊、我,我说不好听的，铁子，你这一下整大了，你给老板都给整里头去、哦、<laughs> 了不。不是不是不是，哥哥哥哥哥没没没这么严重，没这么严重，<laughs> 老板万万一是交税的那种，<laughs> 交税大户。啊啊啊啊啊啊 好好，好，我们也希望，我们也希望他合合法合规啊，千万不要出现这种问题，啊啊啊啊、省得以后到时候直播间名气传出去了，那以后再也没人来杠来了啊，这最好还是合法合规的，希望他啥都有。B, 啊，什么东西？啊？对啊，他幺二杠七杠 B。啊，幺二七啊，等你把那个数据吃了。杠七杠 B，不就这几个数字吗？幺二杠七杠 B 是吧？对对。对 啊，这是这是他的压缩机型号啊，还是啥呀？压缩机型号，压缩机型号幺二杠七杠 B，卖、嗯、刚才卖压缩机那小子再回来一下，来来来，啊，感谢我善财哥的，是善财哥的寻光追月，寻光逐月，善财哥，<laughs> 我给我我问完了，给十万块钱挂后面了啊，挂前边了，<laughs> 快点的，刚才那个卖设备那小子幺二杠七杠 B 什么情况？哎呀，我说你这扯不扯？你这是。 呃，幺幺杠七杠 b 啊。刚刚哦、对，等一下我就、嗯，我看第二年杠七啊。消防消防过安全月了，大哥。也查一查。消防验收才过。对，消防六六月到九月，现在消防应该刚过。不不，我刚才退后台了。我看我看我私信一下，我看他哦哦、啊、不。 你搞什么呀？好多私信那都没法开，有那个，我为啥关私信？那你的那粉丝过来直接评论底下轰炸了。啊、哦，这不,不是不是不是，我这个、我这个是私密账户，嗯、私密账户。不,不行，你这这种轰私信什么轰炸什么那个，<对>什么那个主页留言的这种那那讲话的那是那他们个人行为。你都咱俩全程搁这聊，我啥时候让他们去了？对，我是开的私密，私密账户，嗯、他们没法聊我。 只能后挂，对不对？你这这你幺二杠七杠 B，那现在这个型号给你了。一二年的一二年的机子，就一二年的机子，幺二，还、嗯、是西，还是西门。哎，不对，哥们儿，不对，你不说两年前的厂子吗？嗯、怎么十十十十二年前的？备、哎？没没讲，英哥，英哥，因为、嗯、讲了嘛，零三年到零七年的，还有一三年一批的，一三年一批可能是一二年那一批的，西门子的，不是，不是，<laughs> 不是你这不。<laughs> <laughs> 不是哥们不是，不两厂子不两年前吗？整个怎么整个怎么十整个十二年前的设备出来呢？这绝、嗯、对九是小玩意但是我就不清楚。我不是选型，我就是个技术。啊、技，术你这个时候你别唠这个，啊、你到时候最后全。是但到时候最后全是你老板的锅了，<探>你哥们儿，你去选型技术的。咱探讨的是、啊，咱能不能回归正题？我说这压缩机现在有差别吗？差别在哪儿？没没差别，一二年的没差别，但是你的环保做到位就可以了。 对，一、嗯、二年的环保绒有问题，他那意思，来那、这个型号给你，来，你截个图吧。我截图，截图啊，截图这型号。等一等，等一等一，来截图。好嘞。嗯，行，那那个啥，那还是一二年，一二年的，一二年，一二年,年,年那一批的。行行行,行，你别，你别吓唬他了，好了，你你这边那个厨没<有>出出回音了，好嘞，感谢感谢。那人家，人家干技术的。嗯、好好好，没问题，感谢大哥，哎哎哎哎哎、感谢大哥，巡查啊。波波。波。嗯，对。 你万一过两天，咱说你要老板找你唠的话，找你聊的话，你这样。埋了我认了。不是你,你，你别认了。你这样，我这不知道谁粉丝给我寄的了，石斛，石斛馅儿的月饼，我他妈不乐意吃，你拿给你拿给你领导吧，咱讲话能保，证<谢>。谢谢谢谢谢谢。这这讲话好几百呢。嗯，啊、谢谢。你要是真说真说领导找你的话，你这月饼我给你，我不拆开好不好？啊，嗯嗯好啊，就金、这个、哥就只能帮你到这儿了，说白了啊。好，嗯。 造孽！且下回唠设备就唠设备，别透露那么多没有用的信息。你妈纯造孽！老板可能搁直播间我下去了，电话响了。呵呵这扯不扯？那老什么？我说白了，那老那老勾 w 的，还有刚才那个巡查的，你们。 闲着晚上看会电视剧啥的，上班怪累的。你搁我直播间趴干哈你一上来，你看那气氛多尴尬。那前两天医疗各部门都上来，那搞勾 w 的一上来以后，那直接全场都没声儿呢。那今天你说这讲讲话唠会儿机器，唠会儿环保，你就整成这个了哟。又零三到零七一三年那批老板听了俩眼一抹黑，直接懵逼。你瞧，俩 <laughs> 眼一黑，哎呀！ 真行啊！真行、啊，最好是没事儿。节目效果归节目效果，最好是没事太太平平的。本来现在日子日子，很多人过得不好，是不是吧？<laughs> 来吧，还有没有江总了？ 还有没有大冤种了？还有没有要要唠要唠设备进出口的什么乱八七糟的？有没有大冤种了？还有没有了？有没有大冤种要唠进什么这个国产设备、国外设备的什么什么这方面追不上人家，那方面跟不上的？搁直播间给你们诠释一首什么叫做百年大变局啊！告诉你啥都行，现在我嘎嘎自信，真自信我，我真洋妈呀！我现在是万万没想到，直播间到最后走上这个路了，走这儿去了呢？怎么？